SBS 电视剧《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制作发表会于4日上午在首尔举行，主演包括李准基、IU、江河娜、洪宗玄、南柱赫、柏贤、紫苏、徐玄等等，超华丽阵容让这部戏未演就先轰动。故事内容讲述的是穿越到古代的21世纪少女与外貌冷酷、内心灼热的皇子之间命运般的邂逅，而和众皇子间的合作默契如何？李准基谦虚的表示：“아시다시피제가이두황자들사이낄수가없는나이입니다네거의 마지노선에서딱어떻게턱걸이해가지고감독님께서이렇게감독님께서도고민이상당히많으셨을거예요 제가살아나는방법은어쨌든이안에서쓰임새있는존재가되자신구의조화와신구의화합이것이내가해야될목적이다IU 这次是首度挑战历史剧，他也跟我们分享拍摄中的感觉。혜숙가말씀하신것처럼현대에서넘어온인물이기때문에초반에는전혀사극말투를사용하지않고요조금조금씩적응해나가면서약간은좀옛날사람들의그런말투를배우고而柏贤有没有跟 EXO 成员讨教演技也备受瞩目디오같은경우는이제김규태감독님과한번촬영한경험이있어서제가촬영들어가기전에물어봤죠디오한테어떠신분인것같냐왜냐면감독님들중에이렇게무서우신분들이굉장히많으니까저는무서운걸굉장히싫어하기때문에디오가정말너무좋으신분이라고그리고너가아마그현장에가면은진짜편안하고굉장히재밌게촬영할수있을거라고했거든요진짜촬영장에와보니까김규태감독님뿐만아니라모든스태프분들그리고또이렇게배우형님들누님들같이이렇게너무편안한분위기로만들어주셔가지고제가미숙하지만그래도미숙한티가조금덜나지않을까란말씀을감히드리고싶습니다사랑하는마음은뭔가지지않